着绿玫瑰的盛放，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。时间的花都在勇敢的歌唱，超越一切穿梭时空带来光亮。那夜空中闪烁的星光，是我们汇聚梦想的光芒。出发吧，最天使挥动的翅膀，只有相信世界充满希望。盛开吧，这世界最美丽的花，用生命散发希望的光，叶落里带你爱的力量，寻找心中另一个自己。大家好，人家是莫莎，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哦。莎莎主演的新电影要上映了，大家都要来看哦。大家相信世界上有魔法的存在吗？在一个下雨天，我意外地走进一家娃娃店躲雨，一个与众不同的娃娃店哦。莎莎没有买娃娃啦，我买了块石头。本来我是想要石头里面的宝石，没想到它竟然是石头的内心哎。我一触碰到它，它竟然变成了有生命的石之国王光石。它还从小不点变得巨大。哼，它一开始还凶这么可爱的莎莎。我还因此认识了好几个有魔法的人。这是王默和他的娃娃萝莉，陈思思和他的娃娃孔雀，建鹏和亮彩，舒妍和茉莉。原来他们的娃娃都是叶罗丽仙境的仙子，被女王施了咒语，只要到人类世界就会变成没有生命的玩偶。只有与人类主人缔结契约才能拥有生命，而主人将拥有魔法。而仙境的女王曼多拉想要占领人类世界，店长用六个仙子的仙力为封印，阻止女王前往人类世界。店长和仙子们一直与女王战斗着。对了，据说舒妍中了时间惩罚之术，时间加速被冰公主冰冻住了身体的细胞才得救。但是最近他们发现冰冻竟然使舒妍停止了生长，怎么办呢？她能恢复吗？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真想把这些神奇的事情发个微博呀，大家不会相信的。还是发个叶罗丽娃娃店的图片吧。店长姐姐，舒妍到底怎么样？她身体里寒冰之气好重，看来冰公主的冰封术
确实冰封了你的细胞。叶罗丽魔法，冰痕世纪，冰封，寒冰会穿透你的每一个细胞。叶罗丽魔法，破冰痕裂。从仙界回来后，虽然表面看上去康复了，但是我的身高、指甲、头发都没有再生长，伤口也会自己愈合，我的表也一直静止。我还以为时间惩罚已经被冰封解除，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来试试看，能不能给你驱除寒冰之气。古圣式叶罗丽魔法，削弱舒颜体内的寒冰之气，让时间重新转动。是先生的灵魂碎片，你可以找到他吧。找他？主人，找大石头做什么？舒颜和茉莉太虚弱了，法力不足，不能再使用时间魔法。黄石先生是有千年之力的大仙子，他曾经说他的法力不弱于女王和店长。我想求他帮舒颜使用时间魔法，可是主人，时间魔法解除后，你的父母就……我不能让舒颜因为我而失去未来，我要救他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叶罗丽魔法，灵魂碎片，灵魂手办。黄石先生，我想见你。黄石先生，为什么我去哪里你都要跟着呢？真是麻烦。人家喜欢嘛。算了，莎莎就是要跟着你嘛。还有你们，我看起来很闲吗？随便呼唤我，我来人类世界可不是跟你们过家家的，我是来体验的。看起来很闲嘛。哇，好甜啊。我推荐的没错吧？这家的彩虹冰淇淋可是好评很高的哦。黄石先生，我有紧急重要的事要求你帮助。求我？怎么不去找心灵啊？店长和伙伴们一定不会这么做的，他们一定不忍心抢走我的幸福，再拖下去，大家又要为了我去仙境冒险了。黄石先生，我想求你帮舒颜更正时间法术。时间法术是想更正就能更正的吗？仙境有这么可怕吗？又是这个女王。女王曼多拉，你快消失吧。黄石，你不是说不会插手人类的事情吗？没想到你还挺忙的呀。逆转时间法术可是从来没有人敢犯的禁忌，万一你们非但更正不了错误，反倒也沾染上了时间的惩罚呢，你何必冒险？没安好心。会吗？齐娜，你这可怜的小东西，不如我答应你，让他们来仙境，我不会对舒颜出手，还让他见到冰公主，如何？这样冰公主减缓冰冻之术，舒颜得以生长，你的父母也不用消失了，荒石也不用冒险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
真的吗？主人能相信他吗？我曼多拉从来都遵守诺言，我可是看在当初你们选择黑暗的时候，也曾经为我效过力的份上，才这么替你着想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既能让舒颜的时间恢复，又让爸爸妈妈继续活下去，多好啊！爸爸妈妈，别犹豫了，快回家珍惜你现在的幸福吧。可是舒颜，放心吧，我答应你一定让舒颜平安地找到冰公主的。放心。曼多拉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荒石，你背叛我到人类世界的账，我们还没算一算呢。你既然是来了解人类的，人类是自私的，你还没有看明白吗？等你体验清楚，做出决定，再看你到底要帮谁也不迟。不必等了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哦，对愚蠢、自私、贪婪的人类，终于受够了吧？巨石像。你到底要帮谁？你快躲开！我不想再让那个可怜的女孩再受伤害。伽罗里魔法，知道我的空间和我的真身的。巨像术解除了。荒石，这里的石头可不听你调配。限制力量的你，感觉到力量的削弱了吧？啊，消失了，没事吧？不行，我还是去确认一下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荒石，被自己的石像术变成石像吧。荒石，你，成功了！谁让你来捣乱的？还抢走了我的巨石之力！我不救你，你就完了！不知深浅的小东西，你也想变成石像吗？提线木偶，石头人不许动！你以为我是石？没事吧？看看你的脚吧。哼，这可是我镜像的你的法术。不要了啦，人家不要打了，不要伤害可爱的莫莎梦。荒石，我就让你自由地留在人间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类的真面目，到时你一定会帮我。逼出他体内的冰雪之力，舒颜的身体会吃不消的。主人，舒颜，店长，成功了吗？冰公主冻住舒颜的冰雪之力太强大，
我没有办法在削弱冰冻的同时不伤害舒言。哎，怎么办呀？而且如果我破解了冰封之术，虽然可以暂时让他的细胞恢复生长，但万一时间惩罚还在，仍然会加速他的衰老啊。店长姐姐，请让我们去仙境吧，或许冰公主本人会有办法的。如果冰公主的冰封术不是冻结她的全部细胞使其停止生长，而是把细胞的生长速度控制到和时间诅咒相应的速度，或许就可以了。哦，对呀，低温可以冰冻，也可以减速。主人，我们试试吧。或许是个办法，但是伙伴们，不要再为了我去冒险了。我，如果你们执意如此，我就只好再自己消失。舒言，你说什么傻话？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对你不管不顾，自己开心快乐，那我们就不配成为夜罗丽战士。就是啊，兄弟，相信我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所以你也不要放弃，和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难道你不想和我们一起长大，看看未来吗？我，未来。和我们一起长大吧。主人，求你相信伙伴们，也相信茉莉我吧。求大家了，相信我们吧，伙伴们，我不放弃了。西陵仙子，我们要去仙境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下定决心，就明天晚上10点集合出发。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回来，一定要跟家里和学校安排好。好。是把通道藏在了这里呀。夜罗丽魔法契约书身份认证，无夜罗丽契约，认证无法通行，认证无法通行。警告：黑暗力量入侵，夜罗丽魔法昏头，危险，危险通。休想通知心灵，给我老实点。隐形楼梯，姐姐很用心嘛。哦，试炼梯加隐形网，想得很全面嘛。但是在仙境里对我没用。哎，夜罗丽魔法镜面裂痕。给我粉碎吧！终于被我找到了你隐藏的通道，姐姐，我等着你。不起眼的亭子里，夜罗丽魔法，镜子的两面啊，镜反射，褪去幻象，显现真相。通道出现吧，逮到了，果然是通往人类世界的通道。
你可暴露无遗了吧？我只答应了让舒颜见到冰公主，其他几个人我可没有保证。下次叶罗丽战士们来到仙境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女王会设下什么样的陷阱？荒石和莫沙会如何选择？